嗨，大家好，Fion 这里。那这个时候，我想跟大家分享2760的这个创业模式了。当你想要经营我们爱康这门事业的时候，那我们会告诉你有两个模式，一个就是消费联盟的模式，一个就是创业模式，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2760的这个创业模式的。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档案。那这个2760的这个创业模式只需要三步骤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让我很兴奋，让人很兴奋的，就是发展 Alcon Global 的事业，只需要建立起两个的这个团队而已。如果今天你做这个消费联盟的话，你只要建立起两个消费联盟的团队。如果是你要做创业的，这个模式的话，你只需要建立两个创业的这个团队了。那这一个模式就是2760的创业模式，它是一个赚取6位数字收入的这个成功的模式。那首先我们要成为品牌大使，你只要选择一套产品就可以开始创业，你就可以拥有这一个全球45个国家跨境这个电商的这个经营权了。那我们有三个配套，你选择哪一个配套，就决定你的这个团队奖金的趴数。基本配套就是从30分开始就有10%，然后个人配套300分开始你就15%，650配套就有20%。那有些问我到底哪一个最好，哪一个最不好？那没有所谓最好或者是最不好，最适合你的配套。那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创业模式，那你要创业的话，就鼓励大家用这个商业套组。如果是消费联盟的模式，你就可以用最基本的配套，330分开始，就是大概马币300多块，美金大概70-80块。任何一个套组，你都马上合格零售的这个奖金30%，跟无限启动奖金25%了。那所谓的这个2760创业模式，也就是 Fighter Plan，也就是战士的2760。二代表什么？七代表什么？60又代表什么呢？二就代表2天你要达成营造商，就是2天成为我们的 builder 就是你左边要有一位这个brand ambassador，右边也要一位，就是左右各一位，以650的这个经营权进来，就是有这个 TVC 20%。因为这一个现在跟大家讲的是创业模式，所以我们当然是创业者，就用创业的配套来经营。那7天里面达成 pro builder 就是三左三右，当你达成三左三一次性，你就享有所有的这个奖金。就是开始合格所有的奖金计划了。那当你达成7天达成这个 pro builder 的，您的收入大概有5000块。那60是代表什么呢？60代表你要达成钻石。60天里面，也就是你帮助你这六 brand ambassador 的品牌大使升级成为这个 pro builder，就是我们专注在 pro builder，自己成为 pro builder，然后帮助下线达成 pro builder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就很自然的升上了钻石了。所以2760就是2天达成 builder，7天就是1个星期达成 pro builder，60天达成钻石了。那接下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 duplication，就是复制。当你下面底层有6个，他复制2760，他们也达成了钻石，你很自然的变成总裁 president。当你下面6个达成这一个 president，你很自然的上王冠，你就开始享有这个6位数的收入了。那我也让大家看一看这2760的创业模式是怎么样呢？一开始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这个事业，第一个目标就是2天内达成 builder，推荐2个 BA，7天里面达成 pro builder。当你达成 pro builder，你就合格所有的奖励计划了。那给大家看，这一个就是您推荐一左一右，2天里面你达成了这个 builder。这个是2天，我这个打错，2天合格 builder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左三右三，7天里面合格 pro builder。那你左边
就有1950的业绩，就是650乘3、哦、右边也是有1950，那你的 IWB3000 就从哪里来，就是656六个新人，那我们 IWB 就是他第一个套组，你可以拿到一次性的这个 IWB Welcome Bonus 3900 VV 乘以 20% 就拿到了780 IWB 的 Bonus。这个团队奖金呢 ,TVC 呢就是190乘以 20%, 你就拿到390美金。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目标达成之后，你就会赚取美金1170美金乘以 4.2, 就得到4914块，就大概5000块。那第二个的目标呢，就是你要达成钻石，就开始建立你的团队了。那你要达成这个60天达成钻石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协助你六位 BA 达成 Pro Builder, 因为27602你自己成为这个 Builder, 两天七天成为 Pro Builder, 接下去60天就帮助你的六位 BA 达成 Pro Builder, 你很自然就升上钻石了。那你也合格Robert Pullman, 那你看这个六个人就成为 Pro Builder, 你就升上了钻石、哦、所以你的左边有1170，右边有1170，那你的这个 IWB 就是因为你的第二代有650，有36位，就是36乘以650，你就有23400 BV 乘以 2%, 你就有468美金了。那你团队奖金呢，就是11700 VV 乘以 20%, 你就拿到2340块，然后你总数就2808块美金乘以 4.2, 你大概拿到马币是1793.6了，大概12000马币的收入。当你达成这个最基本的钻石，你就可以拿到五位数的收入了。那我们来看接下去要做什么呢，你就是复制2760了。第三个目标，你要达成这个 President 这个总裁，很简单，就把你现有的这个六位 Pro Builder 达成他们的钻石，就是他们完成他们的60天的这个成为这个钻石去做复制的工作，你就开始合格 Global Pool Bank。 那很简单了、啊、你底下的六个人你成达成这个钻石的话，那您就有左边有70200，右边有70200，你的 IWB 怎样来的呢，就是在第三层650，你有216位，乘出来就是140400，那你可以得到28000，所以你的 Welcome Bonus IWB 是2808块美金。那你的团队奖金是多少呢，就是70200 BV 乘以 20%, 你拿到美金14040美金，2808块加14040块，你就大概拿到16848美金乘以一个 4.2, 您觉得收入成为这个总裁的收入是7万块。所以我们已经规划，如果你再继续复制下去，您就可以得到六位数的这个收入了。所以艾康已经为你规划好了，你从这个品牌大使一家在品牌社的，你一步一脚印走上去，就升上我们的 builder, 升上我们 director 总监，再升上我们的钻石，然后再升上我们的 president 我们的总裁，再升上我们的王冠就是 crown, 然后你就是曾达成我们艾康的这一个最高阶级，曾拿到最大的成功已经达成了。所以我们已经为你规划好你的生活，你的财务，整个走向成功的人生了。所以各位，你听了，你到底想还是不想？所以各位，我很记得这位成功人士 Richard Branson 讲过一句话，如果今天有人提供你一个超级棒超级好的机会，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，你先告诉自己 YES,告诉自己可以，然后才学习怎么样做。尤其是我们在艾康里面，我们有一套被证实成功的系统教育，会帮助你一步一脚印的走出成功之路了。那所谓的商机就是什么呢，别人在怀疑的时候你行动了，别人在行动的时候你赚钱了，别人在赚钱的时候你成功了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2760创业模式就是这么简单，两天达成 builder, 7天达成 pro builder, 60天达成钻石。那
之后大家复制这个2760的模式，你就可以很自然的从这一个 Brand Ambassador 达成 Pro Builder， 再很自然的你跟着的模式，你就会晋升钻石，然后再晋升这个 President 总裁，再晋升这个王冠。那你可以用一年，你可以用6个月，一年、2年、5年，由你决定。只要你朝向这个模式去运作，你一定会达到你要的这个成绩。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，祝福大家成功与爱康，创业成功。拜拜。